你想买什么？故事。故事我有的是，但你未必买得起。规矩我懂，故事换故事。你的本钱呢？这可不是小孩的玩具。你有什么好货？拿出来吧。让我听听你的故事。是不是你跑家了？你想要什么密码？银行的转账密码。你要钱？你要钱我可以给你，你别伤害我。你想一想，一个六位数的密码，你最近刚刚设置过，是什么？哎，江哥，我这出了点状况，他失忆了。他应该不是装的，刚刚他的号码撞到地上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明白，明白。
好冷啊！这是地下冷库，挺不了多久的。你要说不出密码，就得冻死。你可以给我家里人打电话呀，跟他们要钱。王家不都是这样吗？我们拿了你的手机，登录了你的银行账户，只需要一个转账密码，我们就能拿到300多万。我为什么要给你家人打电话呀？通知他们去报警吗？我有那么多钱啊！要设置一个6位的密码，你会选择什么数字？我会选择一个日期，年月日，正好6位数。什么日期？也许是我的生日。有可能。可我不记得我生日是哪天了。901208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的身份证在我手里。你干什么？我活动一下，太冷了。那个密码不对。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啊？什么提示？和我有关的信息，能帮我恢复记忆的。你叫夏琳。夏琳，有印象吗？你呢？叫什么名字啊？问我干什么呀？你一定很需要钱，可是人生还有很多种可能性，你为了钱去做违法的事情，你不考虑后果的吗？你废什么话呀！赶紧想密码，否则你的后果是死在这儿。都冻僵了，真的。别打没用的主意啊！喂，还没有。
Thank you.
我见过这种胶囊。你吃了不该吃的药。子贤啊，等等，人可以走，箱子留下。你的胃口挺大呀。那么大本钱吗？Thank you.